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彦堂。我是海助理。对，我们是一样秉持着我们的那个这个频道的精神，就是一镜到底，一刀未剪，而且是直击现场，就像跟各位大家一样，就是一起第一次来看这间房子。但是这一间呢，我拍过，今天拍的是第二次，因为刚好有客户刚刚来带看完之后，喜欢。我在想说，想再推广一次，所以我再拍第二次。那今天很幸运，我们遇到的这个地主，也就是屋主，他呢，刘先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刘先生，刘先生人很客气，而且很和善。他希望就是说，有缘的人帮他接手这个那个。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在卖小屋、小木屋。我为什么一直在推广小木屋呢？因为这几天好多人在问我小木屋，所以今天呢，刚好带看的时候，顺便想说再推广一次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一定要再让大家看一次，因为我拍摄的影集已经1000多集了，已经都很在后面，所以我希望这一个物件能够置顶。一样，如果有喜欢的话，一定要把影片全部看完，这样的话你才不会白跑一趟，因为这个拍得很仔细，而且屋主还现身说法。刘先生，来，我们来啊，介你绍好。这一个，对，这我们个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位置呢是属于东市区软壁坑休闲农业区，然后海拔呢是850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入口一进来的时候啊，当初我15年前来买的时候，也是喜欢上了这三棵大的大杨树，它让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是，这三棵啊是增值了它这个环境的一让个你深呼对吸，对不深呼对？吸的感觉，所以我15年前就来买了。听说这一棵树的话是林务局的嘛，对不对？也算是，那好像是60年的，对不对？不止了，不最止。起码有80年哇塞，真的。80年了，好哦。那然后我们就慢慢往前看，好不好？好走。，OK。那这条路是大家一起让出来的路，对对对所以对对，路权是没有问题是没的。有问题的。OK。来到这边哈，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休息，好泡茶啦、喝饮料那些都 OK 的，对，空气又新鲜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现在山下的话，现在就是几度吗？差不多30至32度，对，可是我们来到这边是24度，对对对对，八百五，八百五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一路哈，这个是我15年前开始种的八重樱，这个每年哈快接近过年的时候，这个八重樱开的真的是很漂亮。所以希望啊，有缘人有没有能够一起来欣赏这个八重樱？对了，刘先生，你这个总地坪是1273坪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好哦，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地方都是刘先生的，对对对对，包含有四子园，四子园是1000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大约嘿，大约是1000坪。那我们的建物建物是使用空间，使用空间差不多。20坪，OK，我们一二楼就40坪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呢还可以停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要停车进去，我看到一个大水槽了。对，这个水呢，我先来介绍一下。这个水呢是属于山泉水，它是整个林务局的一个原始林的一个山沟，有没有？对。它是涌出来的水。对。所以听你说喷很对大，对对，对。所以你来看，这个水它常年就是这么大，哇塞，所真以的。饮用水你不用去担心，OK。好，水就是这么大，所以你的水槽有几个？水槽如果进去房子里面呢，是1吨半1吨半，总共有3吨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对对对，所以经年累月从来都没有缺水过。当然啦、啊，因为早期我也是有经营民宿，哦，好哦，一年四季，你看我都已经经营10几年的民宿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泡茶都会用山泉水，对对对，不用了，来这边就有了，这就有了。啊，而且我们还有台电。对，好，我们进来吧。好，那这边是不是停车场？对。这边可以停几部车？如果轻开的话，4、5部是没问题。四 OK，部没问题。4、5部车，这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四子园。对对对你现在对对对，看到的四子园全部都是你的。对对对。那前面这个房子就是你刚刚说的你的房子。对，我的房子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水塘，你看那个水，这个多是干净进水卡。对。而且不缺水，这不用不缺担水，心。不用担心。10几年来，16年来一直对对都是对，使用着。对。请问一下，你这边住多久了？我这边住了15年了。哦，对。还有一下，因为刘先生呢，他在这边就是求的就是清净。如果你们要来看的话，一定要先通知我们，我们带你上来看。对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，我们不要去打扰到人家。我们进来看。
现在我们是，对，现在我们是要从园区呢，还是在看房子？我们看房子。好 ，OK。因为四子园就是这么大了。那我就从前面吧，嘿，前面比较舒服。我可以看一下整个四子园，好，拍一下。好。那个简易厕所，简易厕所，对，种菜之后要用。对，这个柿子园，这个已经几年了？这个已经超过20年了。哇塞，那就是这样20年算是老长吗？对，老长了。你看那树身，吼，你看那树身就这么粗了。所以啊，来到这边哈，也有水果可采，也可以自己种菜。对，等下我们再带你去看我们种的菜。好，哎。来，这边呢是他的后门，我们现在走前门。这两边呢也是我种了一些树葡萄。树葡萄？哎，对，它每年长得让我吃的都吃不完，这树葡萄。那它一年长几次呢？一年差不多有2到3次。哦，那真的很对，很茂盛，很那。妈讲高声音了。对啊，你看啊、哦，刚才讲的甜刺，它是今年的甜刺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哈、哦，看它的土地有多肥沃，可以长那么漂亮，就这么漂亮的。哇塞，这甜刺，哎、欸，开一颗就可以了。啊，没关系啦，就多一几颗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代表你看啊、哦，土地很肥沃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对，很漂亮，就是很漂亮。对，所以啊，很值得的，这边真的很值得。好哦，水果又大，然后又那个。这就是他的大门口了。对。然后我先介绍一下，我这个庭院哈，哦，可以容纳差不多10个人。所以你要烤肉啦，哈，要聊天、泡茶、开会都 OK 啦。哦，难怪我同事说什么时候来烤肉。对对对，然后这边啊也种了一些肉，那个肉多肉多肉多肉的植物。对，那就麻烦你再拍一下这个先，我们先庭院先拍一下哈。哦，它庭院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刘先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，然后在整理，啊、不然的话是一定会很多杂草的。对呀。还不错哈，对呀、啊，好哦，自己可以那个欣赏一下。这里还有好多蝴蝶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荡秋千。这个荡秋千呢，是当初我女儿的梦想，所以我帮她实现了。哦，你帮她做的？对呀、啊，我女儿她喜欢来这边玩个荡秋千，坐坐看书听音乐，哎、欸，不错、欸，是最好的。对。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对。对。哎、欸，不错，嗯，好哦，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真的是24度到25度，现在是上午10点22分，嗯，好，好，然后再介绍一下，这就是长廊，虽然呢，我们的地坪是20几坪，可是我们的长廊看起来真的是很好使用，对，它上下各的长廊都是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再多加一个户外的一个餐桌，哎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这边讨论一下喝咖啡？讨论对，你看我们现在哦，来到这边生活你就知道了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在这边喝咖啡，多享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空气又好。而且我们刚刚讨论一下白蚁这个问题。对，我们这个房子维护得很好，没有白蚁。然后我先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房子它不属于是木头的，它是属于金属的，所以防潮湿。也防蛀虫都没有这个问题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现在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很聪明，他现在都不用木头，对啊，都用金属。所以这个买的人啊，他几乎很少有维修的部分呐。对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哦，那听得很清楚了哈。我们现在看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楼的配备。好哦，谢谢刘先生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边四周呢，四周围都有窗户。所以很明亮，这边呢是他的客厅，大客厅。你看，其实你看他的桌椅很多，就知道说刘先生是非常好客的人，嗯、对不对？有。对。采光也很不错。对，对啊、采光超级好的。嗯。连厨房这边呢，还有2片窗户。对啊。对。所以视野啦，什么都觉得感觉都不错了。这是您自己做的吗？这是我夫人。
自己装的。哦，自己装的，哎、欸，不错，很漂亮，很别致，哎，还第一次看到。对啊，如果到时候买卖的话，那个也可以。全我几乎这边的家具全部都是，如果有缘人买的话，哎，这个东家具是全部没有带走的。哦、哎、啊，如果要需要你带走的话，哎，我再带走，哎 ，OK， 好、嗯，只要你人来带个食材。就可以过日子的、哦、好哦，就是你可以的话就一并承接，對對對，你只要带你的，哎呀，带你重要的东西，衣物啊什么什么什么的、嗯、对对对，好哦，水压还不错吧，对外窗，嘿，好哦，很好哦，空气又清新，对，因为我们旁边就是林务局的那个什么树林了，对，它是都是没有在开发的，所以我们的水就是很干很清澈，对，水源又足，因为现在其实哦，现在有保护令，就是现在水土保持，不能树木再滥砍伐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它厨房的厕所也蛮大的，你看水源很充沛，不用担心，而且还是冰的，哇，好冰的、哦。对啊，常年就这样子啊。好，来，它要慢慢的运进，这样可以拍更清楚。对 对, 对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楼哦，一楼的层面，一楼的面积大约是二十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实际室内实际差不多是十五平内。好、哦，十五平、哎。好，那我的目测是有错误的。不是，它没有，是因为长廊哎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大。对对，所以呢，里面十五平加上长廊五平，所以二十平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看二楼。现在呢？稍等一下下，嗯，好，看一下后面这里。好，可以。哦，上面就是通往楼上的。对对，没有错。我们先介绍一下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刘先生，刚刚我们就是站在那边那个停车场，从这边可以往后门，如果你停好车，就可以从这边走进来了。对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上去。然后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楼梯呢，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空间是不大，所以我们把楼梯呢移到外面。对，哎，就这个原因。哇。你看这边真的是啊，你现在望眼看过去，整片都是森林，都是绿油油的。你现在看到的，对啊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啊，环山，真的是环山，真的是环山，它是一个盆地。对，在一个海拔八百八十五的高山里面，竟然有一个盆地。对，对啊，没有错，啊，是空气又好。那个是哪个？那个。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那个电视的发射器，嘿。哦，电视的发射器。对对对。OK， 那你看到下面这些柿子园呢，就是那个刘先生的果园，四分就是差不多四分二，嘿。哎，啊，这个是刘先生的多肉。来，这边也是哦，这边也是他的哦。对呀、啊。哇塞，这边实在空气好到不像话了，真的。好。这个长廊呢，跟楼下一样，对，都是一样的，大约五平。对，那里面室内的话，就是像刘先生说的十五平嘛。对，所以一间房间的话，大概7.5平，7.5平，对，大约含预测。对，含预测。我们楼上的房间呢，都是套房，它都各有一组预测。对，好哦，我们进来看。那我们先，你们先拍一下。好，看一下，哇塞，可以放两张双人床哎。对呀、啊。我们设计的时候是四人房，四人一组，哎，这个真的，这个耶，哎呀、啊，哇，空间很大，对，对啊、然后那个预测你也拍一下，都可以。这个预测我不用看就知道，说一定是开窗的。对对对对。那水压一定是无话可说，可说一定是跟楼下一样大的。预测很干净，其实这一间不用整理了，你直接就是讲入住，然后剩下家具你要不要而已。对。可以马上入住，对，真的是马上入住，是这样子，而且真的是屋况很好。然后我们也有冷暖气都有，对、欸，在你头顶上，有，我刚有看到。好 ，OK， 你看非常清幽吧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刚刚那个刘先生有说，这个屋子不是像以前传统的用木头的，不是，对对对，所以这间房子完全零整理，对，就是不用翻修了，对啊。對，而且就算是要翻修的话，也不用花很多钱。然后我们再进来，刚才那个是四人房，现在这个是合适。
告诉你们，在这边没有什么蚊子。对，因为它整理的还不错。因为它海拔其实它是有蚊子，可是海拔呢高，所以它没有小黑蚊。对。然后差不多是傍晚的时间，它才会有一些大只的蚊子，就是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都去到哪里都一样。对，因为其实在山上都是一样，你三四点会有一些蚊子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最痛恼、最让人家苦恼的是小黑蚊。对，海拔850公尺是没有小黑蚊的。对，没有错。然后我们再进来这一间，这一间算是合适。通铺。哎，通铺的，拍一下。一样哦，这间房间呢也很大，跟刚刚的那间一样大，然后还有就是一样都是也是非常明亮的两片大窗户，然后厕所有开窗，好，来看一下，来看这个材质，很多人不知道金属，这就是金属了。你只要就是，如果说你觉得脏了，对不对？用那个布啊擦一下就好了。哦，来，好吧，是吧？不像墙壁有没有？还要重新油漆有没有？它这都不用。对，好哦。然后我们再照这边的环境。我先关门。哎，这个呢，从二楼看的时候，我们的樱花。就是从二楼欣赏是最漂亮的，因为它高度已经够了。哎、欸，对了，这个樱花是差不多快要过年的时候就开始开了，就是差不多，哎，差不多是过年的时候。哇塞，那这边一定会超级漂亮的。嗯，对，好哦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再介绍一下，你看这整个后山，它都是岩石泥，所以不用怕什么土石流。了解。空气又新鲜，真的不错。对，真的不错。对啊，而且你住在这边已经20年了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当初喜欢这个环境没。而且你这20年，我们经过多少台风啊？都没事。他都没事啊。对，所以呢，各位朋友们，相信我，也相信地主，他的既然都已经出来讲了，而且他非常诚恳告诉我们，他住了20年都没有事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质疑，哎，住山上啊，台风来，万一土石流嘞？告诉你，他经过了20年住在这边。还是相安无事。如果你有喜欢这个物件的话，告诉我，然后我就带你们来看。但是务必一定要把这个影片把它看完。哎、欸，你还有什么地方想要介绍，还有补充说明的吗？哎、欸，就大约先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在园区，我们再绕一圈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、欸。好，好，走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对，我知道你要去看什么了。看什么？看你的菜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欣赏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那个是你辛苦的成果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影片呢、啊，哈，尽量在30分钟以内。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你的菜园，因为你那个柿子园哦，我说真的，1000坪，我们光是看那一棵就知道，说你的其他的树种树木化已经一定也是那个果实也是这样子，非常的漂亮。对呀、啊。1000坪太大了啦，但太广阔。我现在就是要看你的菜园。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啊，在外面吃的不安心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自己种菜。对。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什么，你只要土地非常肥沃的话，种什么都可以活。都可以活。对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是夏日农夫。你平常上来呢，你种种菜，然后假日上来你就有菜可以吃，就是开心农场啦。对，它可以种一些番薯，一些过年菜啊，高丽菜都可以。对，然后、啊、再种一些木瓜。哎呦、哦，这木瓜常年都吃不完。这是南瓜吗？这不是，这个是那个丝瓜。哦，你要把它做成丝瓜布，不是丝瓜布，然后种子呢，明年就是开始又可以种了。哦，了解了。对对对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好，就懂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慢慢走进。这一区呢，全部都是3个大的平台，它现在所种的呢都是甜刺跟苦茶树。哦，原来还有苦茶树啊！这个哈、啊、都是比较经济的，因为万一呢，你不想种那么多水果，我们就让苦茶长大的时候，它是最好的油，对我们它是要榨出一种叫苦茶油。苦茶油 对，这对人体啊，还是如果是你要吃面啊，或者是要。烫青菜啦、啊，哦，了解，然后加进去都是对身体是最好的，对，了解，是最天然的油。好，OK，
所以刘先生也会榨苦茶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再跟你讲一个私人的景点。好，嗯，你看到、啊、苦茶油现在都几乎都在开花了，这就是苦茶油。对，嗯，好漂亮，它还有花哎、欸。对啊，它花开完了就会结果。哦，原来这就是苦茶油。嗯、对，认识。然后再让你看看我的私人景点。好，这个呢是我太太最心爱的那个洛神啊。帮他种的洛神，好，四季开花了。洛神了，好，注意看，我们这个环境，哎、啊，能够长出这么多的那个，你看，就是这样子。原来就是长这样子，了解洛神。每年我们都是吃，就是把它烘干或者是凉拌的，哦、嗯，都是好吃的。了解，最天然的东西。好，那你知道洛神后面你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蓄水槽。对，它是109年度呢，水保局呢申请的一个白铁的水槽， okay, 是50吨的，所以这边用的水量都是够的。哎，赞、嗯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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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哈，开心，好，对啊。好了，私人景点也看完了，看完了，嘿。那刘先生也介绍完了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希望呢，你们有空呢，有的花是这样子来看，就是这样的花。好的好的，好好好、嗯，太好太好。嗯。还有 ，OK， 好、嗯，我们到外面去结语一下，好了。对，来。你要在房子旁边呢，还是在？应该在出入口就好了。入口那边，嘿。哎，刘先生，我们这个开价卖多少呢？我们是1360。哦，1360。对，好，等于一瓶是多少钱？你先帮我算一下，应该是差不多一万出吧。1.07万。对啊，这一万出而已、啊欸，所以很值得啦。它几乎都是平的，你看，几乎都是平的。17000块钱一瓶。对对对。要哪里找？这种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找。你又有水又有电、啊，你要去哪里找？而且又有房子，而且这个房子呢，你不用整理，你也不用怕白蚁，而且房子够大够住。嗯，还有水、水塔。对。对呀、啊。还有电。对对。对啊。对啊，而且还有新鲜的空气，这是买不到的。嗯、还有旁边水土保持。千金对难买的就是新鲜的空气。对。OK， 好，大家呢，如果呢，你觉得呢，心动。就不如马上行动，对啊，赶快联络我们中介，他会带你来看。对，好，好，希望你们要来看之前跟我联络一下。一样就是第一个把影片看完，第二个加我的 LINE， 加我的 LINE 的时候麻烦告诉我一下，你打电话跟我讲你有加我的 LINE， 我才能按确认加好友。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？粉丝交流群，我们有一个粉丝交流群，你可以今天把这个物件有什么问题的话提出来问。我现在粉丝交流群已经破60几个人了，好快！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、嗯！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在此一鞠躬，拜拜。好。